白沙屯妈祖前往北港朝天宫进香的行程，第三号透早出发回銮。白沙屯妈进香的特色就是无固定的路线，完全是依照銮轿指示来进行，所以伫咧过程当中，也会带予信徒无同款的体验。今年更加特别的是，头一摆来甲好尾高中自驾过暝，也阁袂少师生拢感觉讲真神奇。校长薛东富也表示，这一切拢是缘分，嘛希望会当互学生来学习尊重每一个宗教信仰。这伫个礼拜五暗暝，原本应该真安静的后尾高中校园，因为白沙屯妈祖的进驻，变加是闹热滚滚。后尾高中嘛将校门拍开，开放予信徒来休困。第一次看到哎，然后就很惊奇了。突然冲进来吗？对，突然就是刚刚楼上读书的时候，然后就突然一大群人，然后冲过来。本来下午六点多的时候在等学生毕业旅行回来，啊。结果到了六点十五分左右，就有人告诉我说妈祖住驾在湖尾高中了。我们全校师生都觉得很高兴，这是全部湖尾镇人的福气。白沙屯妈祖的进香回銮行程拢无固定的路线，嘛形成庙方的一大特色。今年头一届进驻好未高中的校园，嘛好未少的信徒赶来参香拜拜，未少学生嘛来祈求妈祖的保庇。刘伟张雷生嘛专程来拜妈祖，来跟妈祖啊祈求啊祈福了哈。我想这所有的信众呢，都希望啊妈祖婆啊能够保佑我们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而且是现在旱灾了哈啊，雨量太少了，而且是缺水哦，所以呢希望赶快降下甘霖，就是希望就是今年那个五月警专的考试可以考上。往年宗教进入校园内，拢会引起各界讨论。后尾高中校长薛东部表示，一切随缘，嘛希望透过这宗教活动，互囡仔来学习尊重。我一直跟学生讲吼，你不管你信什么教，你碰到这种活动的时候，你跟你自己心里面的神对话就好了，不要有任何宗教色彩去挂在别人的身上。我们向妈祖祈福，也是祈福大家国泰平安，大家风调雨顺，事事平安，没有什么宗教色彩。这原本宁静的校园，在白沙屯妈祖进驻后，就变成一个不雅声，嘛，让这些信徒真正会当来体会到妈祖的神威。记者陈心长报道。